该是换人了。赵总也上了吗？我上了。这边是换人了，熊哥、老刘、恩正慧、小胡和赵政委啊，还是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啊。赵政委现在到了五号位了，还是在五号位，但是要沉到下面去了。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世界，你看我一下地上捡一块宝，你看看，可以点一根了，可以点一根。下面是由黄鹤楼独家赞助的。现场广告，你不行，你这个马哥上车回头该找你了，马哥是赞助商变了。然后评价一下上半场的表现了，失误太多了，这边没抓住好，没有抓住好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。下半场需要注意些什么？防守吧，抢篮板。我们刚才我的那个人落了两个抢篮板，蛮致命的。如果他们投进来，那就我们就只有领先两分了。看到我也行，没错。好，我们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我们看一下，下面还是在守人盯人，这边挡拆下没有给出来，好球。好，分到侧翼，哇操，哎呦我操，熊仔犯规了，哦我操，打成一个二加一啊。哎呦，上来一个二加一啊，哇，来自没有找到比赛的节奏，还有时间呢，下半场还有十分钟呢，咱现在落后两分。赢了还赢两回，赢两回，没有篮板球，好球，赵政委的板儿，谁啊？温正慧提前进线了，应该是提前进线了，看来要重罚。老刘看住人了，看住人，还是没有，哎，篮板掉了，出界了。裁判好严格呀、啊！裁判，发兵先给裁判。好球！传快的。看一下，给个小弧底线。哎呦我操，中间差一点失误。不急。老刘还是在外面组织，一个挡拆，温正辉两分球。哇，要板，好球！哎呀，这边来顿推反击，速度很慢。还是没有失误，球权还在蓝队手里，出球出得很困难。好，安永卫队已经落位了，屋顶已经空了，小胡堵住他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挡了，阻挡了，阻挡了，有点吓死，有一点找龟的感觉啊，有点找哨的感觉。看一下啊，这边，好，莱顿队的前场球，还是给到屋顶，挡拆一个顺下，两分球，哎呦。这边赵中伟再给到底角，小胡的分出来，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熊哥！熊哥看一下，熊哥第一罚，熊哥第一罚也没有进。我们看一下熊哥的第二罚，熊哥刚才造了一个犯规啊，哨罚又现。现在来的那领先了，11-10了。熊哥第二罚，有了，好球！熊哥把比分扳平了。你这一罚，没平了，11-11。我操！挡拆！哎，这手上有动作啊，这个五号。挡拆！不要射手！不要射手！防自己人！这空了，还是在堵他。底角好球，防来不错。这边又是先阻挡了，又要上罚留线。温正慧，防自己的人，不要包夹。底线球，开底线球。好球！哎，这球断掉了，直接断掉。这边这个失误又是一个主动失误啊！张龙没把球接住。他那个地方出界，哎，正式出界了，好球！这边来了一个主动失误啊，非收获性失误。我们看一下英皇队这波进攻组织怎么玩。这边又是一个主动失误啊，这边两边下半场开始有点紧啊，我觉得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人员的调整啊？挡拆，这边被挡开，没有换防，给进来，
上中远还在堵，中间堵得好，好球，哎，这边，这边又吹了阻挡，前场球。哎，他们吹好多这种球啊，为什么？哨子可能紧的不成，程度不一样嘛。哎，你这样又要吹了，你看你。这样投，我这样搞篮板，篮板张振伟的板，哎，这个球很危险啊！这个球，张振伟第一下人没有贴上去，看一下熊哥这次推反击，这一球很关键啊！我们看一下熊哥，哇操！哎呀，熊哥球要掉了，给出来，熊哥又上了罚球线了，底线球啊！这边是莱顿一个。犯规啊！我们看一下，这一加速就要出事。小胡来挡拆，然后跑一个战术，给到老刘。小老刘给了小胡，我靠，熊哥，张中伟三分线不敢投，还是再倒一倒，分出来。老刘来弧顶来接球，老刘想出，哎呀，这边又输了。再你下一个。好球，这边哎，这边失误了，莱顿一个主动失误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反击。熊哥组织住，看清楚。哎呀！啊，好球！熊哥，快点！张晨打的，热热。谁下？小胡，温泽辉。小胡发球了。温泽辉，老刘。我下。温泽辉，老刘。哎，老赵下呀！主任上。防我篮板。你要卡位，刚才漏前场篮板，可能还有5分钟。现在是11-0了，现在是。啊，那咱们拿球吧，慌里慌张的，跟中卫都不管做动作，拿球你都不能往下拍，你得拍起来啊。现在犯规，你不用怕，犯规都会吹的。那罚完可以换我，如果想换。张政委现在被换下场了啊，张政委。累啊。张政委对上半场有什么感受？对这10分钟的比赛？节奏有点不好。我们节奏不太好。节奏不太好。主动性失误太多了。对。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小胡上罚球线，然后这爱因霍恩队这边连换了三个人啊，子睿、恩佐和张成上了。啊，看来是要认真的搞一搞了。看一下第一把有了，好球，12-11，爱因霍恩队领先了1分。再看一下小胡的第二把，应该也有了，我觉得很稳。哎，好球！爱因霍恩队领先2分。好，这边张成上了。这边，哎，走步了，这都不走步。好球！他妈的骑了摩托了，这都不走步。恩佐啊，现在，哎呦，现在变成了四大呀，现在变成了五大阵容啊，这是。现在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控球后卫，好球！恩佐再给到熊哥再给到张成单打，中间没有补，好球！小胡2分，哎呀，好球！小胡估计的有点错误啊，这边但是这个战术打得还不错，机会跑出来，小胡内线，这边挡拆，还是一号拿球。熊哥防一号，哎，5号强袭，我操，这也能行？哎呀，篮板好球！恩佐快下！哎，违体了，好球！真的脏啊，这个5号真脏啊！动作都放小一点啊，都不希望受伤。这边两罚一掷啊，
还不吹，还在争，跟裁判争不吹的吗？看一下恩佐第一罚，阿乔，哎，非常稳的第一罚。再看一下第一啊，第二罚。第二罚，哎哎呀，阿乔，啊，这边领先了四分啊，15-11。熊哥这边开底线球啊，这边开始上中拿球。上来直接包夹了啊，熊哥两三分球起了，有了，哎呦，张成的板，哇操，张成在里面翻江倒海呀、啊，强起，哎，好球，再造杀伤啊，好球张成，好球好球张成好球，看一下张成第一罚啊，又上罚又进。第一罚没进，没事啊，好球！张成刚上场，手有点紧。哦，这边莱顿也换人了。我操，德罗赞来了，好球！第二罚进了，16-11，哎呦，那领先五分。全场比赛应该还有4分钟左右。我操，哎，这边又一个差一点一个失误，出界了，还没有出界吧？好球，好防好防。这边也是阻挡了，要无限犯规了。再给进去，强起，好球！这边莱顿主动失误。好，大家现在要控一下节奏啊！大家现在控一下节奏。哎！哇操！好球！13-16，熊哥这边一个主动失误啊！不要乱啊！不要乱。五球，五球，我操！好、啊，这边别上头、哦，上头。哎呦，熊，我操，熊哥直接摘下来了，我操！好、啊，现在张成控一下节奏，张成。挡拆呀，给张成一个 help， 好球，张成突进去，哎呀，球掉了，地板球。张成后面，哎，暂停，暂停。Come on，没事，好球，张成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是些弟弟啊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恩佐控球，哇操，恩佐控球，哇操球，哎呀，漂亮！哇操，孤胆英雄啊！大家觉得呢？赵永蕊说是说得好，老赵。啊，13-16啊！看一下恩佐这两记罚球啊，比赛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第一罚，好球，非常稳。啊，这一次安英霍呢，应该再不会重复上一次的覆辙了啊！上一次输给莱顿是因为下半场注意力不集中，一波流被带走。看一下这一波，看一下这一波，第二罚有了，好球，非常稳，好球。最后一罚了，最后一罚了。看一下这边德罗赞控球，这边掉了，好球，上线防了好，防了好，好球。这边哎，这边恩佐犯规了，底线球。恩佐这边犯规，底线球啊，时间所剩不多了，留给莱顿队的时间不多了。但是这一场，说实话啊，打得没有预想中的那么流畅啊，主动性失误还是太多了。看一下，13-18，安英公队领先了五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攻了，应该是奠定了胜局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攻，莱顿队的底线球，啊，裁判还是在要求莱顿队不要动作那么大啊，防守，防守，守住，好球，三分球，强起。篮板，哇操！哇，熊哥的板，熊哥将球拨出了底线，啊，刚才很惊险啊！刚才莱顿队赌三分了，现在开始，
我们再看，好球，好，准备开底线球，再给，没有机会，好球，好防，好防。哎呀，稳了，稳了，18-13。